就先把它吃了，然后你知道什么感觉？撕了以后跳到水里，只想喝上一口冰的。如果去一个抢救病人的情况下，我想他的体力的付出可能还要更大。所以重症监护室的每一个护士真的都很棒，很棒，每个人都在尽力。我已经看不见你们了。